这个点应该走了吧，若男。醒啦！醒了。你没出门啊？早啊！我就纳闷了，怎么每一次梦游还能梦回来？哎，这个梦游嘛，我也是受害者，是不能被控制的。你看，我既然来了，就让我留下吧。控制不了，就去找医生开药；病入膏肓，就去住院治疗。我这里也不是医院。大早晨的，别生气，容易伤肝。啊，我们好好说啊。不是会看微表情吗？嗯，你先看看我。我脸上写一个字看得出来吗？滚！这误会是需要解释的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吗？请问你现在是在考验我的忍耐力，还是在考验我的智力？赵雨辰是苏晓的哥哥，他接近我完全是为了苏晓。你早就知道了，你却没有告诉我。你们两个一搭一唱的演戏，把我耍得很溜嘛！老娘很忙，没有空陪你。滚！我就还不走了，嘿！思达今天第一天进组，我没空跟你瞎扯。要是晚上我回来你还在的话，我就报警。以为我不敢？没看过坏人啊？你给我等着！今天是思达救了你，是吗？替我谢谢思达哦。哎，早点回家，等你。26场的演员准备好了吗？26场是吧？嗯，啊，好了，衣服还拿吗？还带什么？没了。谢谢思达老师，请大家喝水。谢谢。好，谢谢思达老师。谢谢。导演您好。哎，我是思达的经纪人。您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思达第一天进组，请导演多费心了啊。好，不错。拿了吗？加油。谢谢导演。啊，那我们过去准备了啊。谢谢导演，谢谢。再拿一瓶啊。够了。这些都是我行走江湖多年的剧组法宝，拍戏熬夜必备。这么多，姐，怎么还有暖宝宝啊？你不贴吗？这个是一定要贴的，在拍戏的时候没有再分冬天跟夏天，冬天一定要让你穿短袖，下水戏你也拍，到时候都没人管你感冒发烧，进度还是要拍。像这个喉糖要记得吃，台词讲一整天，嗓子自己顾好吗？好啊。这些红花油啊、创口贴啊、小伤自己照顾，剧组都没人管你的。嗯，知道了，姐。嗯，你一次性交代这么多，是不是以后都不来了？我会经常来，但是公司那边也是需要我。这次我想让你一个人待在剧组，去面对一些事情。人家外界都说娱乐圈水很深，没错。这里面的人际关系是挺复杂的，思达。嗯，姐很欣赏你的单纯，但是我不能永远的陪在你身边，你要长大学习自己去面对一些事情，好吗？
你放心吧，姐，我一定在这个剧组里面好好学习如何拍戏，也好好学习如何长大。我相信你。这么巧啊，若楠姐也在。哟，这么多东西啊，楠姐可真是细心。不过你放心吧，我会交代子豪好好照顾思达的，毕竟是思达第一次进组拍戏嘛。子豪再怎么说也是男主角，思达只是个配角。我们家思达就不用你照顾了，你还是好好管管子豪吧。像这种面无表情的霸道总裁，你也是演了好多年了，都不怕观众看你哦？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子豪的每一部戏都是我精心挑选的，都是大 IP 大制作，霸道总裁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演的。哇，大 IP 大制作，我看是高片酬低质量吧。跟你讲过很多次了，接戏不要永远只看价钱，你应该要考虑一下他以后的未来发展跟定位。怎么跟了我这么多年连点皮毛都没学会？思达，你今天第一天来吧，要不我带你去周围转转，带你熟悉一下环境。沈先生，不要忘了你是谁的人。我当然知道了，我整个人都是思达的。钱莎，钱莎，姐，回车里去。不行，我要跟思达待在一起，对吧？其实我很同情你的，一个管都管不住的宋子豪，跟一个定时炸弹沈千莎，辛苦你了，实在是。思达，来来来，东西收一收，我们呢，赶快回去把剧本背一背，讨论一下怎么演。好，不要在这里看笑话。好尴尬啊！拜拜，拜拜，有空来看思达啊，很欢迎哦。